夜黑风高，杀手中的杀手，绿柠檬，红柠檬，出现在好大好大的月亮之前。月香柠檬，淡淡地挂天空。为什么找你来呢？因为我是真真正正的杀手，专门杀人手，杀手。好，我要你去乌龙院，帮我砍下面壁大师的右手。拿我什么好处？我保证你永远有柠檬吃。一言为定。好杀手，好大的一个口！救救我！薛兰波，忍住！两下这么快呀？还有我给你缝，以后就叫我给你买新衣服。日出东方，风吹我来过龙。日出东方啊！赶快起床。师傅，你的
谁教你们这么扫地的？偷懒，拿过来扫地。师傅子，一大早起来不要东摇西晃的，把那些盆景修整一下。是的。好的月色，我就把白天那套武功传授给你们。大哥，但今天了，早点睡吧。你们不是爱在师父面前打小报告吗？不准睡觉，吸气。放屁！好臭啊！气功的原理在于吐纳之术，正是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。练到最高境界，可以打通任督二脉。可是，师兄，任督二脉是哪二脉？鼻孔洞跟屁股洞，一旦打通，就像这样，鼻孔洞吸气。屁股洞放气，一吸一放之间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力，即是江湖盛传的吸星大法。吸气，放屁。说着还好吧？朽木不可雕也。
有进步啊，有进步啊。吃掉，蛋白质啊，快吃。太瘦。嗯，不吃啊。啊，小龙。别动。给你。好肥哟。等一下，没事，吃饭啊，吃饭。等一下。没事没事。等屁股痛。好臭啊。走，化缘去。别动。前方有两位武林高手在树上做生死决斗。是多冷啊！一个穿蓝袍，一个穿黑袍。哇，你连衣服的颜色都听得出来！叫我！这个很简单，你们只要张大眼睛往前一看就看到了嘛。这是好人，这是坏人啊！蓝袍那个是好人。你怎么知道？郑少秋嘛，演了20年的大侠，你什么时候看他演过坏人呢？我打坏人。你干什么？路见不平。拼你个头！我们在拍电影。拍电影？对呀、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他妈多脏！你们真是混蛋了！干什么？你还有意见了？你搞不清楚，你混蛋，你王八蛋！我那么大声！刚那个镜头我也不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吧。对不起啊，你慢走，先休息一下哈。你看见了没有？是你命大，男主角替你求情。就算你画了10年的圆，也赔不起啊！滚滚滚滚滚！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！哈，我等了5年才等到扶老金，也许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步了。喝茶。哎，施主，快来化缘！阿弥陀佛！哎，琼姨，给他2000块。谢谢。你好帅呀！再给2000啊！哎，好心有好报，哎，佛祖会保佑你的，谢谢。师父说过，女人是祸水，酒是穿肠毒药，鸡鸭鱼肉是出家人的生死仇人。哇，仇人如果见面，分外眼红。让我们消灭他吧！好。
走啊。不要太嚣张，过两天再跟你算账。小心点，被师傅发现可就惨了啊。我在这里啊。这里是哪里？在你脚底下。嗯。啊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也不看墙。哎呦，啊。嗯。有门不走，爬什么墙？啊、神经。啊。干什么？看到鬼了？啊！回来。师傅，小流氓，你不听话，你给我还礼，好吃鬼，你偷吃肉，你调皮捣蛋。哎，师傅，手下留情啊！手下留情，好，你是师兄嘛？嘴巴甜一点就不用受苦了，你们要跟我多学学，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有妹妹答应跟我约会，我怕她认识我是光头和尚，就不理我了。那简单呐、啊，化妆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什么化妆啊？萝卜伺候。猫王的葫芦巴主。去玩呐、啊！雨下下来的话，你就要穿帮了。哎，要下雨了，让小孩子们到屋里去玩吧。你看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也好。男人只要跟女人单独进房，就会原形毕露。大方点，潇洒点，没有女孩子喜欢胆小鬼的。是是是。有事就大叫，来！前面耳朵长在后面嘛。为什么鼻子长在前面，
挡在后面，每次都先听到你放屁的声音，然后才闻到你搞屁的味道呢。那是因为这个因为屁股长在后面，屁从后面来，当然是耳朵先听到，然后鼻子才闻到啊。为什么失恋的人都要淋雨呢？那是因为他头上很多墨汁，不淋雨洗不掉啊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好了，来，臭屁蚊，进来了。来，好了，不要伤心了啊！母亲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呢，不要伤心了啊！小文，你怎么了？他呀，失联了。不要乱说，吃饭。不关我的事啊，师傅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我经历过，所以我了解他此刻的心情啊。哇，原来师傅也那么……不是我，是你们的师叔面壁大师，他也是过不了情字这关才发了疯的。师傅，那臭屁蚊会不会发疯？所以说啊，你们犯了大忌了，在失恋人的面前不可以提失恋这两个字，更不能讲谈恋爱、女人、双双对对、相亲相爱，这些呢会让他想起失恋的字眼，你们明白吗？生小狗啦！哎呦，好可爱啊！我最喜欢看母狗喂奶了，好温馨，好感人呐。什么狗？母狗。啊？干嘛？喂奶啊。喂。我又怎么了？母狗跟喂奶。都是影射你，难怪他触景生情，连我都受不了了。神经病！老师傅，我们是那个仔仔取了个名字，想请老师傅您呢算个笔画，讨个吉利。你给你仔仔取个什么名字啊？姓谭，阎锡早谭，因为是辛亥年生的呢，所以叫谭念亥。谭念亥。他怎么了？师傅，谭念亥啊。谁呀？谭爱啊。谭念亥这名字不好，改成叫谭补成吧，好不好啊？谭补成，这好吗？谭补成，抱歉我。不好，叫什么叫什么啊？弹吉的，弹琵琶，弹钢琴，弹黄河，弹女神功，弹什么都可以啊，就是不要谈恋爱啊，是不是？师傅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老师傅，谢谢。妈叫弹鱼，叫什么弹鱼啊？壁画好怎么用？弹鱼这名字不好，管不哭了，你不叫弹鱼，弹鱼，爸爸恨弹鱼。这臭屁蚊不吃不睡。显然是得了一种精神感官歇斯底里、毛细穿梭、感觉图鲁西斯症候群。哇，好有学问啊！师傅，那是什么病啊？没学问的人就叫他相思病啊。那要怎么医啊？就是笑啊，这一笑啊，相思病就不药而愈啊！哈哈哈哈哈哈。小文呐、今天呢、不上课了，不练功，不念经，大家尽情的欢乐，你看好不好啊？
无聊。低级趣味，幼稚的不得了，待会儿看我的，师傅保证让你笑得屁滚尿流啊。朵朵，你笑一笑吧。谁的尿布啊？讨厌呐！笑了！王爷，你死到临头你不知道啊？我看你是个人才，才不忍心给你下毒手。如果你要是跟着我的话，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哎，中！咔 ，OK， 换替身了啊！啊，来了。好了，上！哎呦啊！来，吐出来。没事。哎呀，心中本无痛，庸人自扰之。佛曰：皮有痛，乃身外之痛。可是就好痛嘛！哎呀，你想想看呐，今天是师傅的生日啊，你要不多挨几下的话，我们哪有钱为师傅买蛋糕啊？你想到蛋糕了没有啊？巧克力的，香草的，还有草莓的，哎，蛋糕，想想。小王爷，这只是小小的一个警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怎么样啊？啊！呀，咔，替身，好进去，哎，来了。青鸟大哥，替身滚！嘿，两位明星，来，请过来。王妹，哎，小明星乖乖躺在这里，不要动啊啊，躺好啊。哎，跟大哥，然后没事，走开，走开。讲那句台词，是我者星，逆我者亡，这个样子啊。哎，小明星。你躺在地上不要动，不要动的意思就代表你死了。哎，他刚没死、可以买蛋糕了。接下来呢，你还是不能解你心头之恨。你的眼睛瞪大，瞪大，就开始冒汗，然后拳头就握紧了，最后你就大声的吼出来：“我要鞭尸！”臭秘文，怎么样？没事了，没事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来了，没事，哎，来了，嘿嘿嘿嘿，哇，蛋糕。喜欢吃蛋糕吗？就是嘛，师兄也舍不得你挨揍啊。但是你不挨揍的话，我们哪有钱买蛋糕啊？啊，等一下啊，等师傅吹完蜡烛之后呢，给你一个最大块的啊。好。妈！
起来，我什么时候看武艺了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师傅来，哎，这边坐，这边坐啊，请坐。坐坐。哎，哒哒哒哒，师傅生日快乐！大哥快乐！师傅生日快乐！大哥快乐！啊，来了来了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师父88岁，多一根蜡烛还给你。姑娘，你想钓鱼还想钓螃蟹呀？我想死。我的命真的好苦，好苦。我3岁的时候就被卖给人家当做养女，7岁的时候就被养父给强暴，12岁的时候就卖给人家当做童养媳，15岁的时候就把老公克死，16岁的时候养父把我领回去，
我卖到窑子里。洋葱待会儿切，洋葱呛死人了。谢谢，这样好多了。你虽然是很可怜呐、啊，可是乌龙院从来没有收留过女人呐、啊，这是违反戒规的。啊！既然师父不能收留你，那又何必救我？我看，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等一下嘛，师父。干什么？佛曰不能见死不救，你不能看着他去死吗？就让他暂住一个礼拜吧。佛门种地严禁乱闯的，姑娘就委屈你暂住后院的柴房吧。你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。施主，请。给那里红金桃，桃给呀明草草。哎，请。哎，坐，坐坐坐。我帮你弄张床啊。等一下。嗯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还给我安身之处。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嘛？你总不可能以身相许吧？开玩笑，哎，开玩笑的。你笑起来真的很美。对我这么好，我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不要啊！我实在不相信相爱的两个人接触会有初恋的感觉，现在应验了。你压到电线了啊！我说嘛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跟我两个人，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怕不怕，我拿床，我去拿床啊。小伯啊，吃饭了啊。没有。前尘往事曾云烟，消散在彼此眼前，就连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过是在敷衍。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，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雨。滚哪你啊！啊！你还不会勇敢？哎呦！王八羔子！给我站住！王老大呀！不拖不拖，不拖算了。啊，好，拖拖嘛。
破了那么大个洞，你还不补啊？小黄，还有两天期限就到了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这几天我已经看开了，也想通了，我想我还是回我养父那里，随他怎么样。我可以养你，我可以，我真的可以养你，只要你不嫌弃我。我还是不要连累你。听说以前你们这里有个师傅，就是因为爱上一个女人，被关起来，活活饿死。啊？你说妹妹师叔啊，他跟我不一样了，我是拜法修行的，随时可以还俗啊。他是少林的传人，而且他爱上了魔教的女人，简直是犯了天条啊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你们这里如果动了凡心，唯一的处罚就是死。哎呀，灭明师叔没有死啊，活得好好的，就关在后山的山洞里面呢、啊。每天呢都是我送饭给他吃的，吃的比我们还好。不信呢，我明天带你去看他。我相信，可是我养父随时会把我抓回去。他帮你卖多少钱，我下面还给他就是了。你买不起。多少钱啊？10万。我会想办法的，你等我。谢谢，辛苦了，哎，下次通告，哎，谢谢关照啊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最大的破绽呐、啊，就是看上了我徒弟啊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会看上他，一种呢是瞎子，另外一种就是居心不良啊。你这么漂亮，
当然是后者了。你老归老，可是却一点都不糊涂。我叫的恩恩怨怨，就让他随风飘去吧。当年我们小姐还面壁逊迎自杀，而你从中作梗，结果小姐跳了山崖，面壁却苟且偷生。还好小姐命不该绝，今天要她一只右手，算是她不守信诺的代价。大家都知道，打我的另一个绝学洗髓经是落在少林掌门人的右手背上，而面壁曾是我们少林掌门人的传人，你要他的右手，无非是贪图少林的绝学，只可惜面壁早就死了。老秃驴，我就不信抓了你，面壁还会做缩头乌龟。大师兄，嗯，哎，小红啊，哎，小红，哎，要钱够了，有钱了，小红，哎，小红啊，哎，有钱了，有钱了。日出洞房，睡得好爽。哼，一大早谁在鬼吼鬼叫的？哎，今天师傅怎么没叫我们起床嘞？就是嘛，小红，小红，钱够了。小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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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红不见了。好，私奔。去，哟呼！飞鸽传书。七日内，后果撕票。真想不到小红就是魔教的杀手，15年来面壁师叔跟魔教的孽债还是没能解决。那怎么样才能把师父救出来呢？对啊，想个办法吧。童子功，破壁童子功。
让你忘掉烦恼，忘掉痛苦，还可以忘掉忧愁。这么神啊，喝了酒去打架不是更厉害了吗？有道理啊，喝了酒不怕疼又可以壮胆，来你试试喝呀，啊，大口喝。醉鸭啊你！师父曾经交代过，要离开少林寺，一定先到这里来拜过列祖列宗的牌位才行啊。列祖列宗啊，我们这趟下山是去救师父的，请保佑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。阿弥陀佛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，顺顺利利。阿弥陀佛。传说中的铜人阵是真的，那该怎么办？硬闯啊！如果闯不过铜人阵，我们三个人会死在这里，这是我们少林寺的规矩。哦。嘿，嘿，哼！阿三哥，讨个厌恶。Yeah!
过关。阿弥陀佛。哎，我过关了。你们睡着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明天就要出发了，有件事不讲出来，我心里会一直不舒服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每次拍戏啊，我都扣你们1000块钱，钱是好用啊，但是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心里不安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原谅我这个卑鄙的师兄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吗？是啊，我都拉了16次了。你们两个是我下的泻药。我更卑鄙，我刚才才在你的内裤里面撒了辣椒粉，你能不能够原谅我呢？爸爸，你们总算来了，师傅。
不是。是，是你，是你。我认识你的声音。我爱你。你骗我！你我爱你。我更巴不得你还来爱我。我更加的爱你。觉得很恶心吗？哎呀！去死啊！没奶了。大口气啊！蓝采和
喝单提奶瓶拦腰破，快哟快去吃奶窝心顶，吕洞宾拖着奶嘴立千金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听够了吧？没有啊，我用嘴把它摆平了，好辛苦的。真能掰耶！嘘，不要，不要！你干！替老秃驴受罪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啊！不会就是面壁吧？混账，都是王八羔子！你早点来，你会死啊！非拖到最后一秒，吓都被你吓死了。阿琼，你总算露面了。阿琼，放了师兄吧，你我的恩怨不关他的事。你说的倒轻松啊。还我女儿的命来！原来这魔女早就死了，恐怖天使利用她的躯壳引诱面壁现身。哎，师傅，赶快去救师傅啊！我已经被废了武功了，啊、怎么办呢？哦。是吧？我知道。没事。好痛啊！哎，师傅，赶快想想办法吧。怎么办？干嘛看我啊？师傅，童子尿真的有效吗？应该有效，童子尿解百毒。哎，好，快快快，哎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他怎么都打不死啊？尿啊！用你身上的尿攻他！
经误了三天三夜，应该想通了吧？我已看破红尘，决定要云游四海。你既然看破了红尘，就应该遁入空门，继续当你的和尚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我原本就是和尚，都不能免于情欲。如今只有浪迹天涯，做个苦行僧，与草木同修。站住！15年前你武功胜过我，也没能把我拦住。今天你武功尽失，还想拦住我吗？我只是想再看你一眼。答应我，不要让我再等15年才能再见你。师兄可能没有15年可活了。就是大侠，他把我抢了10条命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有50张呢。哎呦，你那么贪心呐、啊！你不知道啊，在山下我只张他的照片都可以换一张林志颖的签名哦。我好你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我去了。你不会像面壁四叔一样一走就不会回来了吧？不会，师叔一走就是10几年，我只要10分钟就搞定了。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他只要10分钟呢？3个字，什么？不知道。哼，放心吧，师傅，把他嘴捂住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请坐吧。嗯，这回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大家要下去的话，可不关我的事哦。三个和尚没水吃啊，没水。